狗狗耳朵突然不利了。如果是两个月龄以内的狗狗，耳朵不利其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到利耳的年龄，一般在三至七个月龄之间狗狗都有可能会利耳。但主人还是需要注意，如果是利耳的犬种，但过了五个月龄还没有利起来，就需要考虑是否是缺钙或软骨发育不良导致的。这时就需要及时到宠物医院检查，并且按照医嘱进行处理。如果需要补钙，最好是选择液体钙，更好吸收。